我这每天早上起来都发现家门口会有一个变化。今天早上起来了，看看门口的树都被除了砍了，因为前两天我不是说过嘛，让人看，然后今天早上我好像天不明都开始我觉得早上六点多都让黑老起来干活了。因为俺这树为啥出吧，因为一它是你看那树真粗，然后准备出楼栽小树苗了，然后还有那个他家那那天着火，然后烧死几棵，不出不行了，所以说哥我得走着呢，不中不中我得一直走。蛋熟了吗？熟怕了。哦、你的酒跟你的蛋是大事了呀。那是。有营养吗？有。哇，这营养可大，这营养还能卖钱呢。10块钱一斤。成熟，这孩子可成功。你给我拿个篮子叫我给他摆点营养。这营养是好东西啊，是胶。嗯。咱老刚才拿个篮给他摘了一早上了。你不叫我？哎，你听着这动静都没给你弄醒，我还不叫你。你睡觉自己啥样？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咋了？累咋不动？我要睡觉轻的很好嘛。你起来，我知道，只是我又睡了。不是后头都出完了。那几口不错，还是那几口是人家的，那人家了，人家全往里都是人家了。我白养眼了，这能是叫的，要跟我一块儿，你怎么去白养眼咱俩。我换咱家都睡死了，都两天多。反正我是不中。早上有几点起来？那睡了有3小时。啊！啊！你看看，这边关，哟，这是俺摘了，俺摘恁多呀。啊，摘这么多了，你再。嗯。老大儿，走，拿住你的筐。扔了啥呀？走，这野菜都才一年都没了。野菜胆太小了，它太小了。嗯。干娘。嗯。这种来能要不能生？爷，你别揉这个鱼，揉不到的。都给你吧。这他们也吃过饭，也收拾好了，给这一装车，然后基本上没有啥东西。你看这都空的。之前有树的时候，就是树挡着就是一道天然的围墙，就给这么上了。然后现在这树一砍，空落落的。后来还得不管用网了啥了，反正得给它围住，要不然四肢八叉了。你瞅这几米多少？后来等它这树杈一弄了之后，咱用那扫帚给它扫扫，这劲啊！跟腰给这接着。